杨千啊，没有错，我们的嘎哈星公台戏还是继续拍了，掌声啊！哎呀，挑选两所大学的同学，两所一样问他十个单字，马上翻成台语，全部答对，奖金现金10000块给他出来。你各位啊，感谢我们的板娘哈哈贝，热情赞助啊！谢谢哈哈贝 ，Tokyo Day， 我给你什么？上次是一些常见的东西家用品，对，这盖来，大家还记得嘎哥在13年前的教台语第一集在教什么？第一集我在教青菜，回去给我翻译。好了，我们看这次哦，我们的大学生有没有办法答出来？谁能拿到第一个这个10000块奖金？我们第一所先前进。南部人直接挑战可以了吧？南部人可以了吧？就找到一对北部人。南部有可能不一定是南部人呢、啊。不管了、啊，来了，中正大学，民勇来中正大学。挑战可以。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彰化人，都是台湾人，屏东人，台南人，新竹人，桃园人。所以你有在讲台语？没有，没有。台南是因为台南，跟阿公阿妈讲台语。小时候回我爸是南家会讲，有，但是我在阿妈家才会讲一点点，一点。跟阿妈看八点档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厚哎、欸，真的很厚啊，是真的。你打开看，你打开看，你打开看。那你要请我们吃？可以啊，问题是我一个都不会啊，我是效果主人。香菜。什么 ？N 水哦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会。N 水 ，N 水啊，差在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我不会。N 水。对。N 水。对。N 水。N 水。对。N 水吗？对。N 水。对。N 水。对。中二吗？不会。这是什么？康心菜。康心菜。康心菜。跳，空心菜，好，我们挑战失败了，结束，还是我结束了，菠菜，菠菜，菠菜，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忘了，什么，桂林啊。加油一点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完全不会哎，不会。这是太难了，这是啊，菜好难哦、喔。桂林的菜，对，新疆菜，坑西亚菜，都太难了。我不知道。坑西亚菜，对，疆菜怎么？对，坑西亚菜，坑西亚菜不会，好难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只会想我的家人。坑西亚菜吗？不哇吗？好难哦、喔，完蛋。什么龟啊？是吗？西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西龟。菜龟，菜龟，鸡龟，菜龟，对。哇吗？哎，不是那西龟。啊，你完全没有碰到。菜龟，菜龟，红萝卜，菜头，昂菜头，昂菜头，昂菜头。下面一位，昂丁丁，昂萝卜菜头，昂菜头。红萝卜，好难哦，我不会。昂菜头，昂菜头，昂，等一下，番茄，完蛋。我只知道是 tomato 哎，那是英文 tomato。他们都直接讲 tomato， 干妈币，只知道 tomato 而已。干妈豆，不是 tomato。啊。哎呦！我是不知道，莹莹，莹莹，林静，林莹，林莹，太难了。阿公在哭，阿公在。奶鸡吗？奶鸡是荔枝啊。奶鸡吗？用白酒。林莹，林静。柿子。不知道。这不会。七克啊？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安琪。对。七耶。我不知道，不行，最后一个爱玉，好难哦，爱玉，爱有吧，对，是超难的，超难的，我不会，我忘记了，我觉得你应该都知道，但是刚刚一刹那间，太紧张了，还有好惨哦，太困难了，这个就是，它是魔王题，我怎么感觉啊，好，我不知道，爱玉。
超难。这个你应该会。还我不会。啊，你快点啊！哎啊！结果你们说你们台语很强，结果我会 NG。鳄鱼啊！对。哇！最难的，最难的。这是魔王题哎。鳄鱼。哦。今天唯二答对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好强。所以他会 NG。看恁把这个红包摕回来，应该就是无送出去的意思，原封不动，而且还派出我们的流量密码，回家一就是要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宁。没有人答对哦，没有，太难了。有没有那个八题九题的，差一点的？七，最高是七，几乎遇到一半以上都北部人。都北部人，嘉义人不会想念中正吗？我们没有遇到嘉义人。嘉义人以前就是想念中正啊。少来，你考去。我考不上哎，我考不上啊，这我伤心地啊。嘉小，你可会屌啊？好啦，我们往北跑啦。中正不行，无看中央的有无啦。定菜，桂林菜吗？藤席啊，菜。当菜头啊，什么头？大妈咪的。甜点啊，皮啊，对，还有皮啊。剩下四十秒。好给了。哈哈哈！来，可以转账。早点，早点。哎，同学，你是哪里人？新北八里。哎，同乡。台南的过年回阿妈家会这样，很少，不太多，不太多哎，大家都推你，就你说你，这个地方没人讲台语了，原来我也可以看到这里面真的钱，是不是？真的真的有钱，真的有钱。香菜，NC， 哇，第一个就 NC 哦 ，NC， 哎，不会，香菜 ，N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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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U， 不是 NC， 对 NC， 对，冰菜，不会。不会，他们，忘了，对，对，硬菜，对，硬菜，哇，我操，菠菜，我拢讲菠菜，我冇讲台语，不会，哇，不会耶，不会，快点，农夫，好难哦，靠，很菜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藤西亚菜，藤西亚菜，对，藤西亚菜，藤西亚菜，藤西亚菜，对，藤西亚菜，藤西亚菜，对，金刚菜，这就是不会，丝瓜，哎，菜龟，对，菜龟吧，菜龟，该不是西龟吧？不是不是，西龟西龟西龟，胡辣吗？菜龟菜龟，丝瓜菜龟，丝瓜菜龟，啊啊啊，不会，红萝卜。昂菜桃，对，昂菜桃，对，昂菜桃，对，昂菜桃吗？对，昂菜桃，完蛋，我也不会，昂菜桃，昂菜桃，对，哎，林林哦，不是，哎，林林林，不是，红萝卜是什么？好，下一个，番茄，啊，不对，番茄忘了，忘记了。番茄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什么东西 ？Tomato， tomato， tomato， 不是另外一个，回去下一个，都是 tomato， 番茄。干嘛比？对，龙眼。对，不会。龙眼不记得。知道知道，对，龙眼。对，龙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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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柿子。我不知道。奇亚。干嘛？奇亚。奇亚吗？我忘了，抱歉。好像有听过什么那个谚语，但是我忘记什么。奇亚。奇亚。啥呀？好像是芒果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不是，还有四秒，还有我老公神操不，不然不会，不会没有这讲讲哎。神操逼啊！哈哈哈！最后一题怎么谁过？哎呀哎呀！我只会讲爱玉的客语。你是客家人。爱玉的客语是什么？是好像叫欧有为吗？欧有为哦，时间到了。哇，爱玉怎么没有听过台语？台柱。也是蛮厉害。我选一个，全部没有带的。不会。爱玉是大魔王。鸡啊，或者是鳄鱼。鳄鱼。对，鳄鱼。没听过，对不对？不太好吃。鸡啊。我都不会。对。还有五秒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前面的要补？鳄鱼，哇，太强了，你很厉害耶！来，为什么你又出现？
又四集，为什么你又出现？他们就不合，我就来代班。没有，寄生女儿分量，寄生他何生你呀、啊？哇！来了来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这个笑呵呵的把这个红包拿回来，守住了，发不出去啊！我们中央的同学没有人答对，没有，没有全对。中央的南部的同学不？没，都是比较不会讲台语的南部同学。我现在觉得这个趋势的哈，已经不是中部、北部、南部的问题，好像都不会了，对。会听，但是不会讲。最后还是要教大家这十个台语要怎么讲、啊。怎么讲啊？来啦，超难。雷雷香菜熊干单呢？对，很多人答对，都会讲啊。对，很水哈。不会讲台语都会怎么讲？很水哈多诶，很水呀，很水啦。来，空心菜。开始难了，硬菜嘛，你这个他那个梗了嘛，硬丁丁嘛，啊就哦加起来丁丁硬硬的，所以硬菜，哎、欸，很好记嘛，是这样啊，硬菜，哎，应该不是、啊，你们这样比较好记嘛，菠菜，我觉得很多会败在这个、欸，因为我那时候自己看的时候，我不忘记要想很久，菠菱啊菜，哎呀，菠菱啊是菠菱啊菜都可以啊，青江菜这有点难度，但我们有。对同学比较好，我们图给你看的，很像藤席啊，很像汤匙的感觉，所以它就叫藤席啊菜。丝瓜这个小西瓜，哎，对，很多人说丝瓜在骗，突然就说不啊，这就是菜龟，丝瓜就是菜龟。红萝卜，大家看到字会想硬翻翻它。菜桃是白萝卜，啊，红色的红萝卜的是红菜桃。番茄 ，tomato。tomato 一点头讲，不是有南部、中南部都会讲。干妈饼，干妈饼，龙眼，这有点小魔王哦、喔啊，这还蛮多人答对的。啊，真的、喔，都会。硬硬啊，真的、喔，而且还比较好翻的。最后两个就很难，因为小朋友几乎不没在吃柿子嘛。对，像欧巴桑在讲，妈妈，你可以超爱吃柿子。我也蛮喜欢的，很甜的。哦，好，你叫欧巴桑啊。柿子来怎么念？皮呀、啊，皮呀、啊，皮呀、啊。最后一个大魔王爱玉啊，鸡啊，鸡啊，我们家都讲鸡啊，我们这个嘉义啊，好像台南一带念鸡啊，对，然后北部也会念鳄鱼。好了，以上十个哈是我们这个蔬菜水果篇啊，一样守护了我们这个一万块的奖金，耶！预告下是什么类型的，让大家先学一下。台湾地名篇，下一集见。香菜 ，MC， 空心菜，硬菜。哎呦，哇，你好强啊！菠菜、菠菱啊，青江菜、青江菜就不会了，丝瓜、地瓜、菜龟、菜龟啊，红萝卜、红萝卜不会，番茄，那个tomato 的龙眼，莹莹，哎，你会嘞，我有在吃啊，柿子，柿子，最后一个爱玉大魔王，爱玉，不会就是不会，我几乎都不会、啊。